林大德
莲香山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芳良大德，台北市逢甲龙山寺董事长黄淑贵先生，贵宾代表王美满小姐，贵宾代表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严宗长老，我们中国这个代表团，也是我们中国协的副会长，河南佛协会的会长，嵩山少林寺的方丈永信大和尚，我们诸山长老、诸位法师，必然就不会有天灾。一，孝敬父母，世界就不会有灾难。再来，共同为国家、为所有的法师给我们开示。那么今天我再次代表我们在兴动的会，代表我们整个大会，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恩之意。黄金风格，我们要带来一首四位四师堂朱立伦朱师堂为我们致辞，热烈掌声欢迎。大家早安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再一次的来参加共佛斋僧大会，感恩各位大德十年来对这项盛举的支持。我们大家在上敬下药大法师的带领之下，做共佛斋僧，同时推动孝心，我们能够进展的活动，让整个社会更和谐，国家更安定。非常感恩大家，让未来每一年的共佛斋僧大会能够做得更大更圆满。今天大会的主席，我们的金耀大和尚，以及我们嵩山少林寺我们的永信大和尚，以及国内外所有的诸山长老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佛法在台湾是相当的兴盛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用最简短的一分钟来告诉诸位，供佛斋僧的功德是无量无边，大家身体足矣，早成佛道。谢谢大家。法体安康，法轮常转。我们感恩所有今天入坛主法的主坛和尚、主坛和尚尼，感恩你们法驾亲临，慈悲应供，让众生生。Thank you.
Thank you.